这是做什么？反正上面已经乱成一团了，管他有什么破点星阵，等我破了这个门，然后把东西拿了，我们就走。破？怎么破？哼！用我这沙包大的拳头！你这看我的是什么眼神？我告诉你。 我的体术已经练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了，破了这个壁不是问题。哎，你让开点，一会儿小心溅你一身血。等等，补天石若是能被你一拳锤碎，这天怕是早就塌了。啊，补天石啊！啊，这斗兽场为了建奇门遁甲，连补天石都弄来了。 扣一点回去，能卖不少银子。小心！你不要命了？谁知道他把阵法藏里面了？这阵法机关竟然藏在补天石中。 好阴险！还有几个？凤姐神兵、冬天火兵，御！快，接！ 结界弄大一点嘛！以我目前龙骨之力，尚无法破此阵。我需要你去调动石海的力量，烧了它。在这献血？想想上一次江城设备师的时候，调动石海灵力的感觉。嗯。记住我的手印。以我龙石。以我龙石。 我之吐息，我生不死，也活不息。 我自己平日里也有稍加练习，是有一些灵力，没错了。 但是也只能调用这么多了，要不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。